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系的李教授，还有我们的台南市的物业管理协会的一个原理事长，那当然还有我们警方府内的报告，我们的消防局的陈继正，还有我们公务局的陈副总。好，那首先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是已经是第八年，从106年开始已经是第八年的一个意见温暖系列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其实在去年是一个加油好日子，那今天当然是一个共度好时，那也是希望说借由这个活动，大家在我们的一个公益大厦里面都有一个好的一个生活，然后希望未来我们的台南市也因为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活动，能够让我们台南市的相关的一个房地产，还有我们各位居住的环境，包括我们的公共的安全，包括我们的周边的环境，还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都能够互相的拉近，能够因为这些的活动，能够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距离能够越缩越小哦。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当然会有几个一个出发点，有一个亮点，那当然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的一个来彰显我们都是以人为出发的一个概念，让人跟人之间都能够有相应的一个互动，那当然也要借由这个活动来提升我们社区的一个安全，然后提升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个周遭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品质，还有一个很干净很卫生的一个环境。那当然有，因为我有很多一个老朋友从好几年都来参加，包括从青壮组，从年纪刚开始的建筑物，然后到目前慢慢的一个茁壮，那也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借由这个活动能够让大家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每年的一个生活品质都能够有所提升。那最后在此谢谢各位的一个支持，那也谢谢各位的一个参与，谢谢，谢谢，谢谢局长，谢谢局长，好，谢谢局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邀请我们台南市的大家长黄伟哲黄市长、福井市长上台，为我们来说几句话。热情的掌声欢迎市长。